个风和日丽的好日子，奇怪。今天其实外面下了还蛮大的雨啦，一大早就下了很大的雨，没错。但是我们还是冒雨前来了，是一个只有三天的桌游展。那为什么要来这呢？其实我们平常就也还蛮喜欢玩游戏这类的，像是蜜桃。我们对桌游其实还蛮不熟的啦。不过今天呢，因为我们等一下就是会路过一个摊位，然后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有点熟悉的人。对，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人到底是谁。我觉得我是 每天看的有点腻。对，他呢今天有个任务在这边，那这是什么任务呢？大家等一下看就会知道。这一次呢，他的展场里面还有一个好像有点有趣的实境解谜的一个游戏，扫描 QR code， 扫描。他就是你一直传跟这个 LINE 的账号传讯息，他就会告诉你说你要传什么样的讯息给他，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一些线索跟内容。你这样子，然后会有一些讯息内容，那你就要去跟着这个游戏呢，一起在展场里面找。好像路过了一个非常面熟的人，他是谁呢？我们来访问一下。我好像看过你。好，对。我们现在展场还会送，对，有奖。你是谁啊？来帮忙的。他今天呢，就是来帮忙他学弟的桌游摊位。他其实穿了一件，大家有看到吗？其实是古装，虽然我看不太出来，可能因为长得太像丫鬟了吧。我们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两个国家的军师。我们这边是秦国，这边是齐国，对，所以我们是两队，我们是一个分庭抗礼的概念，对。好，我们的表面上是盟国，表面上而已啦，对。然后我们有一个合约啊，就是我们要送太子到对方的国家当学生，对，他其实是当人质啊，讲好听是去学习的。我们两国的军师都想要在这一次运送的过程中，多多的搞一点事情，去减低对方的国力。但又不要做得太明显，对，太明显对方生气也会打过来，因为我们表面上还是盟国。我先开始。对，先开。老司机。对，老司机上车了。开始一下。可能多一点再看看，可能多一点。但是，先吃吃看啊。今晚上干嘛的？真是的，今晚。这两个人呢，他只能说实话，那些只能说谎话。啊，他们两个可以说实话，也可以说谎话。哦耶！结果我们一直想尽办法不让阿跑猜对。分享影片，没错，以上事情做完你才可以关掉影片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